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爷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挑战万圣节大逃亡，这个目前排名是2525名，我觉得非常的丑陋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到前100名，才能符合我们高玩频道的形象。然后目前的前100名是这个54秒36秒分，所以这个我们只要跑到54秒，那我们目前第一次跑完就是这么丑，一分钟才跑完。那我刚刚已经去看 B 站的影片了，我还没练过，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 B 站的影片，看完之后我们要练多久才能进到一分钟之内。今天先挑战前面完整跑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跑一跑，就是忘记路数的时候，我就会回去看 B 站影片，然后我就会暂停切割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，今天就是从2525名开始跑。那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就是基本上有几个要点，就是黑泥前面跳起来，过黑泥马上落下，然后看到稻草人就跳一下，然后第一个板子就一开始出来，往下有点沉就跳起来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往下有点沉就跳起来，然后这个碰一下，然后这个黑泥跳过来，这样跳过来，然后看到稻草人跳一下，然后这样子飞过来，飞错了 ，OK， 我们记错了，我记错了，抱歉抱歉，重来，这边跑错了，这边跑错了，太快了，要有两个下坡，我刚才在第一个下坡出去就启动了。这个就跑错了，好，我们再一次 ，OK， 再一次哦。第一开始的第一个板子滑出去到一个坡度就跳起来，而且刚好跳慢，跳起来，然后这样子挥挥，然后看到第一个稻草人下来，然后这个稻草人看到的时候好像往下滑，对，第二个稻草人，反正那第二个稻草人要自己下去去吃那个卡牌，然后再跳起来，然后再过黑泥。想看我练的好像也没有很快，可能是老了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继续开始。先反正就滑一下跳一下，然后这样子滑一下，这边看到下来，然后再过这个黑泥，然后这样子飞，然后这样下来 OK， 然后踩这个板子 OK， 那我们就顺利成功第一段了。第一段他就这样跑，然后这边看到一个黑色稻草人之后跳起来，哇，黑色稻草人跳起来进那个传送门，就黑色稻草人太快了，我太快跳起来，我预判这黑色稻草人出现的时间太早了。看到黑色稻草人之后跳起来进传送门之后，上面就有朱雀，后面我就没记了。所以后面的，我想说前面我可能要练很久，结果没想到一下练完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再一次哦，滑到板子下面，然后跳起来，然后碰一个稻草人，然后滑一下，然后这边下来过这个，粘到了机车，好，确实还是有点远。那吃完朱雀之后，后面的路我就不记得了。那我们就尽力把它跑完看看。我大概有记一下，但后面我没有去拆解它的动作，所以我没有特别深的记忆点。就是如果你要记东西，你要拆解一步一步的，就像我这样拆解，你就会记得比较熟，比较好记。OK， 然后这边稻草下来，然后这样咻，然后这样飞啊，飞过一阵子，看到这个小小泥板就要下来，然后钻上去，然后过去。而且我这好像跑有点慢，前面的启动速度没拉满啊。那其实我也没有很熟，三分钟了还没跑不成功一场。好的，那我们继续再一次。好，一开始其实我不知道第一开始下坡要不要滑满，不然我们来滑满试试看好了，就是滑到比较底的地方再起来。然后这个好像我下来慢了，这个没吃到好像，等一下我想一下，这个不过我们没有要拼极速的话，应该是不用拉到这么细节啊，我们还是稳定一点好了，稳定一点就不用把那个板子都滑满，就是黑泥前面那一段跟黑泥后面那一段尽量全部都用滑的滑满，应该速度是最快的，但因为我们没有要挑战那个东西，所以先不用管这个。这个边这样子，看到稻草人跳一下，看到稻草人跳一下，然后这边就下来，然后没点到，哇，好难哦！因为我会怕踩到黑泥。上一次真的是赛道要过的，再一次。哦，看来我们没有办法在十分钟之内挑战完成了。OK， 那我们继续来跑挑战，这是不知道第六次了吧？好。先狂板滑，然后跳一下，然后这样踩一下，然后飞出去，看到稻草人下来，然后这样子过了一个稻草人这样下来，然后滑一下，点一下，一百变乌龟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后面的那个来不来得及。这样子飞，过不去，是因为我速度太慢吗？就是我前面的速度太慢，导致那个圈圈出来的时间不一样。哦哟，这样有点拘车哦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我刚刚想要看朱雀，所以前面就没重来了。好，希望这次可以成功，应该就不用我再继续重复怎么跑了吧，就是反正就这样子，大家懂的就懂。好，我们这样子跳一下，看到稻草人下来，
哦哟，这个模拟器那个了，这个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已经按跳了，机车已经第五分钟了，我们剩下三分钟的机会可以挑战成功，拜托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只想要进到前一分钟，先今天的目标先进前一分钟，不知道十分钟之内能不能挑战完成。OK， 开跑啊，开跑，看到下来，然后跳下，然后这样子撞到一个稻草人，然后没关系，没差，应该是没差。OK， 我们点到了，总算是点到了。OK， 这样子过来跟过来，这一排稻草人结束之后会有一个这个机车东西，为什么上不去？还是说直接撞那个黑色草人没关系？直接撞这个黑色草人没关系，撞完之后跳高一点再飞，毕竟我们没有可能没有跑得不够快，没办法直接平行的上去。但至少先拿个60秒吧，定个60秒之内。好，前面算是开始有点熟练了，比较容易不失误了。OK， 后面的细节我们之后再练。后面的细节之后再练。看到稻草这样跳一下，然后这样撞一下，点一下，哦，机车啦，没关系啦，先上去试试看朱雀再说。这个练习基本上都是这样练。OK， 哦，进到了，进到了。然后这边可以打鬼。哎，为什么缓下来了？哦，好像一上去就要马上丢这个鬼牌。这个消鬼牌能你有吃到几张就用几张，然后进化要记得留着，进化记得留着，上去在路上就要把鬼消掉了，不然他会丢你糖果，你还要去特别去躲，很麻烦。OK， 那我们再一次，至少我们上去成功了。OK， 这样子滑滑跳起来，跳起来下来，哦，这一场好像还行哦。OK， OK， 点到了，这个速度有的，靠！打鬼打鬼，哎呦，怎么接到那个糖果了啊，前面那个糖果也要特别去躲，我刚才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，我以为那糖果没关系，撞到顶多那个不知道可以干嘛而已啊，原来会减速。好，那经过我们差不多十场练习之后，前面算是有点熟了，前面有点熟练了，这样子这样子，然后这样跳一下跳一下，看到稻草这样跳一下，哎呦又卡，咋回事啊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影响，感觉有哦。然后我们俩上去，靠，为什么没上去？到底是咋回事？还是要早点跳？因为我看他们是在碰到黑色稻草人之前就先跳起来，早点跳，早点起飞，是不是会跑比较快啊？这个高度很奇怪，进那个传送门的高度很奇怪，我们这边我要再研究一下。OK， 拉一下拉一下下来，滑一下滑一下，哇，撞不到。 OK， 没事，稳，欸，躲过。 OK， 等一下看到一等排稻草人之后就准备起跳进去进去，哦，睡睡睡，欸，我的鬼牌竟然在第二张，然后他一上去之后好像要再跳起来板滑一下，跳起来板滑一下，哦，有点，欸，上去这部分有点难，后面还有一个要马上接，后面还有一个部分要马上接下板的那边，我感觉我也是凉凉，因为我很久没有认真玩这游戏，那个感觉要很高超的技术。哎，按到了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在练习阶段就没差，滑出来。这边不小心自己按错了一下 ，OK， 这个糖果哥丢了一下，居居居，飞起来，居居居居，哦，不过没关系。没有板滑不行欸，这个地方如果跳起来没有板滑好像飞不过去，欸，速度整个都没了，不然就是要慢慢跳吗？这个我可能要等一下看一下影片，如果再失败，这一次再失败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影片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好的，这边再一次滑一下滑一下，看到稻草人跳一下，然后再看到稻草人跳一下，然后这样子点一下 ，OK，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还算蛮顺利的 ，OK， 躲过了一个糖果，狙狙狙，靠，没上去，傻鬼，哎呦，这个进化卡牌太多，好烦人啊，还是不能太快按啊，还是要上去等那个鬼出来才能按，哦，好讨人厌，再一次。这是我们第15次尝试，先滑一下，然后点一下，然后这样下来，然后这样踩一下，踩一下，撞一下，滑一下。哎，怎么粘到了？
啊！完了，这游戏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第17次尝试。其实我也不知道第几次啊，随便讲。硬吃个卡牌看看，反正我没有在拼级数，先不用把细节都做到位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稻草人是没有要下来的。好，看来玩了10分钟还是没有办法进前一分，进一分钟啊。来，难受啊，滑一下滑一下，然后这样子下来滑一下，然后滑一下，飘过去，下来滑一下，顶一下，OK。经过一排稻草人跳起来，我现在在两张鬼牌哦。哦，fuck！我这边跳起来要很快啊，好烦哦。前面如果再失败也不管，我一定要这样跳滑一下，然后去吃那个朱雀看看，去吃那个朱雀，至少我们今天要练到吃到朱雀。后面呢就随便乱跑跑掉好了。OK，再一次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，这次肯定费成功，滑一下滑一下。这样下来，然后这样子点一下，点一下，滑一下，平行输入，OK，过了两个稻草人，一排稻草人，准备跳起来，滑一下，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朱雀，为什么我没有那个火焰？哎，好奇怪哦，我看他们都会有那个火焰呢，就是啊，不是会有那个残影，感觉是没充好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第18次尝试，肯定会成功。再滑一下，出门滑一下，然后踩一下，在平面上下来，然后点一下落地。哦，想要拉太满就出事了啊！我不管了，我不要做细节，先把它跑完再说。但是因为前面这个卡住，会让我的心情有受影响，所以重来。好，这是我们第19次尝试。我在平绑那些人。感觉是练很久的，滑一下，滑一下，跳一个，跳一个，碰到飞过来，点一下，往前飞，跳过糖狗。啊，这边有那个哦，进传送门之后，一直按跳，一直按跳，要记得一直按跳，一直按跳，卡牌全扔，一直按跳，好。卡牌全扔，一直按跳，然后跳起来之后马上板滑，我都会忘记这个要马上下去再板滑一次的事情。OK，滑出来，然后接这边没接到没关系，点一下，滴滴滴空飞，糖果快到跳起来，然后经过这个传送门，哎，跳不动啊，不能一直按哎，哇靠，啊，好气哦！快不行了，人快没了，不能一直按，一定要刚好，因为按它有时候会慢，因为你的手指头跟那个按键是会有延迟的，会来不及，不能一直按，一定要它刚好跳出来落地的时候按。哇靠！啊，前面还算，刚刚那场前面还算行吧，感觉还是还行，有抓到感觉。滑一下，滑一下，忘记了，忘记踩那个板子了。啊，已经15分钟过去了，一场都还跑不完，我头好痛哦！大家不要练这个吧。大家继续用那种顺顺跑，怎么1分钟之内顺顺跑那种就好了。这个人生不应该花这么多时间玩，忍者必须死。没有，随便乱讲。下来，然后跳一下，哎呦，还好没事，再卡一下，然后再跳起来，点一下，OK，又过了，跳过这个糖果，两个稻草人，然后一排稻草人。然后过一个传送门，跳起来，去去去去，狂按，然后跳一下。原来那边有一个隐藏的那个，哎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哦，我好像成功了。然后再跳一下，然后再飞，然后灭鬼。这边我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因为黑黑的。好，我们成功到了后半段，点一下这个，点一下这个。我记得他们这边超快的。哦，这边都有一个隐藏路，哎，好酷哦。再点一下这个，路不知道在哪里。走下面，好像钥匙掉了。后面的路我就没记了，但我刚刚那边还是慢的，因为我看他们记得，我记得他们是我一路疯狂冲刺冲过去的。
好的，好，我们再继续玩最后一场，前面练完了，我们下半局明天再练。那看来这个前面就算跑完，感觉也进不了一分钟哎，因为这也才快一点点，感觉好像没有快很多，后面还要再练。OK， 来最后一次，再试一次，点一下，然后这样子加深我们的记忆。Fuck， 好，开始，滑一下，点一下，抬一下，飞一下，挥挥，看到稻草人下来，然后马上跳起来，嘿，啊，按错了啊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其实应该差不多，没差多少。糖果哥丢了一个糖果，那应该是有差。然后过一个传送门跳起来，狙狂按，好像不能狂按欸。哦，这边有一个板子，我不知道那个板子到底要不要滑欸，感觉是可以滑。我好多糖果打我脸上，让我变好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鬼如果没有灭队的话，你会变超慢的。好，那个板子我等一下我们在最后一场试着滑一下。哇，这游戏还是挺让人家上头的，就是让人家一直想要把它玩完，真烦。滑一下，跳一下，抬一个，滑一下，再滑一下，再跳一下，再滑一个，然后这样下来，啊，按错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还行。被鬼追到了，没关系啦。哦，有关系。我已经玩了快20分钟了，连第一阶段都还没练到手。天哪，你们都花多少时间才把它练到54秒的？好，最后一次挑战了，真的不搞了，没时间了。哇，这模拟器还给我卡一下，烦死。卡皮卡哦，滑一下过来，点一下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哦，怎么还卡滑啊，烂游戏。滑一下，欸，可以耶，这个是可以那个的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很顺利的，没问题。欸，怎么变慢了？啥鬼玩意？为啥变慢了？啊？太心寒了吧？这个变慢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又是什么鬼？好，我们丢一个火扇。我这边看的迷迷冒冒，看不懂，而且好黑。好的。哇，这场还是跑了很慢欸，龟速前进啊，好像还比原本还慢欸，因为后面那个实在太卡了。哇，还有好上头，好像好想一直玩下去哦。跟记录是差不多的东西，我天！哎，前进了，我们前进了几名？哇，今天前进了这个一点点的名次啊！而且后面那个跑错了，要下去吃朱雀的。可是我不知道朱雀那个后面我的影片我真的没认真记，因为我想说前面就可以让我玩很久，果然是玩很久。前面要练的时候大概要花20-30分钟跑不掉了。对我个人而言啊，你们可能比较聪明，你们可能玩5分钟就会了。我要练个30分钟，我才能记得比较熟。好的，我们再试最后一次。刚刚那个，这个今天至少要进个前2000名吧，2000多名才有点丑，好上头，好上头的游戏，好恶心。滑一下，滑一下，哦，不要卡模拟器，滑过来，哦，成功，这次有点到哦，糖果哥，狙，滑一下。轰一个，往前飞！哎，又吃到一个灭鬼！哦，这场很快哦，好像还行哦。完了，掉下来了！哇！哇，我不知道路在哪里耶，靠波哦，飞出去了。好吧，真的没办法，我后面真的没记。我只大概记了一点点前面的 2399， 诶，为什么会自动前进一名啊？应该也能跟我同秒。好，我这是真的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尝试，真的最后一次，因为我想要说记熟一点，把前面记熟一点。刚刚跑起来好像还行，看起来好像已经前面已经算记熟了，所以20分钟可以记熟一段，明天再20分钟又可以再记熟另外一段。好，不过 B 站没有那个，诶，
台服最快的这些人的影片呢、欸？他们怎么跑那么细节的 ？B 站只有就尾数是40的样子。好，我们这边过来，然后跳起来，狙狙狙狙，滑一下，滑一下，跳一个，冲一个，还飞，哎、欸，飞过头了，哇，这样好像比较慢哦，而且我记得他们上面的稻草人都是直接跳过去的，上面这一排，好吧，没关系。我们先顺顺的给他跑跑看，这边有个稻草人，哎、欸，欧力奶奶了，怎么没吃到那个朱雀啊？那个朱雀，感觉这场有机会可以进呢、欸，哇，好上头！再玩一次，哎、欸，又变2401了，肯定要进前两千名才能关这个游戏吧，不然谁睡得着？哎、欸，感觉现在应该要看后面的了，看这边再继续这样瞎跑，其实挺浪费时间的。算了，当作把前面练熟。好，跳一下，这样子下来，这样子下来，顶一下，滑一个，滑一个，顶一个，往前飞，跳过这个饼糖狗。OK， 我们有灭鬼。OK， 喂，朱雀冲一个，哇，太低了，太低了，进到传送门了。傻爆眼，不能飞太低啊，但也不能太高，一定要吃到那个卡牌的样子。他们好像都会去吃那个卡牌，哇，点一下，然后这样子点一下，哦，在尾段会下来点一下，好像是。嘿，黏住了。走这边的话就是悲剧的开始。雷顿 ，OK， 吃一个雷顿，往前滑，往前滑，往前滑，快快快快快！我们正常要至少要那个，哎、欸，我好像走了一个很错误的路，哇，又慢了，7588，哇，这不是跟刚刚一样吗？太难受了吧！我不信呐、啊，这最后一场，哇，23分钟已经23分钟了，人没了。话都越来越少了。好，我们最后一场哦，就认真的，认真最后一场，这样点一下，然后吃那个卡牌，然后滑过来，滑过来，然后这样跳一下，跳一下，然后这样跳一下，然后再这样跳一下，然后再这样跳一下，然后飞过来，然后再这样滑一下，然后再这样，会会，叽叽车车，再一次，这边断滑了，它我滑太底了，没了。第一个我感觉应该要那个诶，好像其实只要进到下坡就行，进到下坡好像都可以。好，再一次。进到下坡就跳起来，然后马上下来，下来，哇 fuck， 哎呦，好，那我们最后一场，认真开始最后一场，点一下，然后出来之后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跳过来这个，然后滑下来，然后马上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再这样子，然后再滑一下，点一下，哇，哎，为什么我身上没有打鬼的牌？出事了。哎、欸，哦呦，前面的卡牌太多，按不到朱雀了，哦 ，fuck！ 好的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，我们认真跑最后一次。前面就是先滑一下，然后踩出去，然后马上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再点一下这样子，再这样子，再飘过这个人，然后再这样子啊，没关系，就送头，拜拜。啊，是怎样？为什么跑不到了？哦，哭腰啊！好的，我们今天再玩最后一场。好慢，不知道怎么那么慢呢、欸？点一下，点一下，下来，跳起来，点一下，飞过来，有个糖果，两个稻草人，五个稻草人，五个稻草人过传送门进来。哇靠！啊，好像撞到那个黑色稻草人会减速的感觉。五个稻草人过一点点之后就要准备起跳了，准备起跳了。
OK， 糖果哥丢糖果，五个稻草人马上准备起跳，全部都送他们下去，踩这个钱币，然后这样飞，不要太高，哇！好，没关系，我没有撞到黑色稻草人，只是少捡了一张卡。然后这边飞到底，再点一下，啊，撞到黑色稻草人了，哎，又撞到黑色稻草人了，好像是不能撞到黑色稻草人的样子。后面我不知道怎么走、欸，哦，怎么像来了？啊，怎么变这样？这啥鬼、欸？啥都看不到。雷顿，哦，好像有传送门可以过。哇，我还直接跳过那个传送门。Oh my god！ 这场好像有机会哦。74.6能进前2000吗？我们快了一秒钟，就快了一秒钟。哇靠，不行，2255，大家是鬼吧？我的天哪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，受不了了，真的要休息了。这游戏再玩下去，人都没啊！吃三小便便啊！不过没关系，就这样。哦，模拟器还卡，我操！算了，没事。哇，低空飞行哎！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低空飞行飞过去了。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哎，没撞到哎、欸。啊，进去了，我不要进去。哎西。啊，感觉这场有戏哦。对吧各位，这场应该还可以。OK, 可以，我们终于可以睡觉了啊，晚安各位。69秒一定可以，我还想进一分钟啊，吃屎吧，后面没练还想进一分钟是不可能的。好了，我明天再去看后面的影片。1718了，好，我们终于玩了30分钟，终于达成了1718名。其实你们如果真的要进前1000应该是不用那么久啦，你们去看那种简单跑60秒的影片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，拜拜。